Hello， 大家好，在杭州的周边同样有一座富有江南韵味的城市绍兴。绍兴棒垒球体育文化中心将在赛时承担棒球和垒球两个比赛项目。场馆的设计以绍兴著名的纺织和丝带作为切入点，以丝带的形态将各个场馆联系起来。如今杭绍跨城地铁已经开通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。乘坐地铁记得佩戴口罩哦。我们选择往湘湖方向的一号线乘坐。我们在姑娘桥站换乘绍兴一号线。We are now at 静水洞.